斯夺炮球迷。哦，我是中信兄弟的。要打架是不是？没有没有。一张哦，一二三，谢谢。来这一张，站下一张，谢谢哦。好。副总统最近喜欢看什么样的书呢？因为我喜欢棒球，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去看棒球，所以才买一本《医师夺炮球迷》。哦，我是中信。兄弟的，要打架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相信都是忠实的粉丝，都是是、啊、都是好朋友这样。对，没有错，我们是以球会友。可以把你找到的新的两位可以娶我的。